它现在天时越来越快。师傅，那您说一说，就天时越来越快的原因是什么呢？根本原因，师傅。末法时期呀、啊，末法时期呀、啊。哎，我就问你一句话，你就知道了。你越是开车，越是到目的地的时候，是不是开车开得越快了？啊，对对对。啊，你比方说，你今天开长途，开八个小时，对不对啊？你开出来可以快一点，过一会儿，这叫初始心。对。然后呢，慢慢在当中就开始懈怠了呀，开不快了呀，因为看不到目标呀，达不到终点呀。等到你到了末法时期了，你看得到了这世界。啊，这个报应如影随形，越来越快啊！所以你看到了末法时期的种种迹象，所以你会觉得时间越过越快呀，因为你马上就要看到目的地了，你就会越走越快呀。所以人现在报应如影随形呀，好人受报，坏人受报一样的呀。嗯，明白吗？哦，明白了。